向姚站哈，针对这个中央政府振兴这个在整个的扩大振兴经济、扩大公共建设特别预算哈，我想审计部的意见，主计长尤其是最主要是针对第一个哈，譬如说到底它有没有符合预算法第83条这个部分哈，用在国防的紧急设施或战争、国家的重大经济变故等等这些呢，主计长。这样的一个认为有很多的部分并没有用在符合这预算法83条，你怎么说明？这个特别预算当经过经建会会同有关机关审查之后，那编定之后送到立法院审议通过，那当然就是照立法院审议通过的预算去执行。那执行完之后也经过审计部有审核，那审核报告也提了很多的意见，那当各机关都要那你譬如说就交通部特别预算里面它编列的哈，瘫痪的所谓的一般的公务用的机车、电脑设备，这些都可以事先预期的相关的事项，这个应该是常年的预算就可以处理的，不需要编到特别预算。我想主计长审计长，我这样有没有误解你的审查报告？审计长对不对？这样是不是对？对，所以主计长你就请审计长先讲一下。林审计长。好，谢谢。那么在本部的这个职责最主要是监督预算执行，那么各该项目那么他都列到预算，然后完成预算程序，那么我们来做一些监督的工作的。对不对？在就事后的监督这个部分，有的是违反相关的，他其实不应该列为特别预算的。我想是这样的哈，所以主计长我认为这个就是就政策面啊，先和你这样就这个部分来交换意见啊，希望将来能够注意这个部分。我常年预算部分也在处理，也卖别人特别预算啊，我今晚留了工北朝鲜那个建经天天在特别预算的话，将来就没有特别预算了啊。谢谢那个主计长，请回座，谢谢你。那个审计长齁，请你继续留在这个地方齁，我要请教育部。好，陈次长。教育部的代表陈次长的。陈次长齁，是。我想就这个在特别预算在执行的部分啊，有这个所谓第一阶段执行期间啊，原来审查合格的机构发生违规或异常企业加速有达到108家啊，它的违规项目包括哪些项目你能够列举吗？我想审计部的报告你应该看的吧。是大概包括类似哪些？主要的违规项目是比如说他的那个要求他加班，或者是他本身的做工作的整个环境跟条件不符合我们原先所期待，因为最重要的那个是一个实习的方案。对，但越是实习的方案，囡仔都如何欺负？那就常常的建教合作本来是利益良善，但是看一些囡仔，看一些不是正职人员，所以对他的相关的劳动条件都特别的苛。外公在欺负神龙郎，所以这个部分作为一个主政的机关，你们做出怎么哪些的改正方案没有？还是做出哪些的处罚方案没有？对于这些违反规定的这些企业，我们就从名单上面除名。基本上就不再给予他相关的这种补助了。是有没有其他的将来都永不录用类似机关的代志和社会了解说齁，卖因为是实习生，卖因为是学生，而且点都对较苛刻齁。那在第二阶段虽然这样，那么为什么第二阶段既然你注意到这一点，为什么第二阶段又发生违规或异常企业家反而增加到171家？既然你做了这样的处理，为什么又会增加呢？我想是，那表示说您在处理这个事情，不够定金嘛，不够奖金嘛。是，我想第二阶段跟第一阶段最大的差别是在于，第二阶段几乎是政府全部买单的。第一阶段是政府全部买单，到第二阶段基本上是政府是补助而已，就是说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月我们补助10000块，它的基本待遇还是要由企业这边来负责提供。所以可能企业因为他提供了这些待遇，所以他对于这些所谓的聘用的这些员工，就可能我想这基本上是观念上的问题啊。当然，但是政府还是投入相当大的资源，没有错，没有错。政府对这样的人，他几乎占了接近一半。是，
甚至是一半的薪资，你其实还是有发言权的。是，没使讲都无发言权。我未使，我意思讲就是不应该。是，讲干嘛讲安尼？啊，你有干嘛理亏？啊，唔该去监督，唔该去监督，唔该去落实这个计划，安尼无意思。是。那沈市长，你对于那次长的这样的一个回应，你满意吗？是的，这个部分相关的协助，最主要是教育部它本身去做一些查考核，发现出来的一些相这个需要的企业来配合改善的这个事项。好，谢谢哈、那个次长请回座哈、那沈机长就请回座。我讲这个相关的缺失是很多了，我是刚才用这一个是大的政策面，一个是个别的方案了和相关的部会来做探讨，希望大家能够落实改进哈。那么再来主席，我是不是能够请教于林务局那个李局长？好，李局长。你好。局长，谢谢哈。那里？整个的国土保安呢、林务局的功能。林务局的绩效是非常的重要，是。我想伊其实天灾地变，地当了土的伤，到时个土石流，大概拢来个追根究底，又是这个部分，是。所以造林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是不是？是。那当时总统有说相关的平地造林，当然是另外一个角度哈、也要平地造林，总统的政策目标是多，当时的政见是多大？多大的面积？当时整个一个造林，不管是平地或者是山上，当时想说是8年6万公顷。8年6万公顷，那目前已经种了23,747公顷。所以你现在已经是被两年了哈。你认为你的目标达成率可以达到多少？目标是遇到有到八年的时候，你可以达到多少？我们现在因为是修正了一些计划，主要的就是因为因应。调整耕作制度，活化休耕地，所以未来会去做短滑期的经济林，在未来的4年里面，我们会对5000公顷，所以目标。所以实际上嘛，是阿哥你那个目标值诶，你均衡。对。那既然是这样的话，理论上这样的一个政策应该是加强，继续加强，尤其对一些地层下陷。是的。对于一些并不适合耕种的地方。对。你的平地造林的政策，冬节一起做完那些改变都没有预警，而且我预警时间才对掉。对农民实在是非常的不公平。跟委员报告，预警是有的，我们在去年的会议上面就逐步的释放出这个消息。不过对于一些严重的地层的下陷地区，是不是要从事长期的经济造林，这方面要涉及到一些其他的补贴，比方说在相关的县政府有一些企业的补贴，这个部分我们定在11号我要跟相关的单位来会谈，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资源来推动地层下陷里面的平地造林，达到保护国土的效果。谢谢委员的指教。我想这个部分最特殊就是这个台塑企业哈。是的。那个因为是在那个6000这个有相关的类似污染，还是当时的公安事件，我导致说，那既然呢，就以它的厂区的面积2600公顷，是来做云林县它对等补助。了解。这不能是后代级，好，这不能是。你们应该要继续鼓励更多的企业是来造林。对，我所知道也有很多企业在鼓励造林，比如说有的是喜马拉雅自然文明保护协会，这个协会是做肯定，你的了解是不是也这样？就是说他们在全世界造林，对，而且是请企业家来赞助，对，到很多的来这个空地的地方来造林，来提高来减少所谓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整个的保护地球，这个工作你愿意就在这个地方给喜马拉雅山自然文明保护协会类似这样的单位，类似这样的政策给他们讲几句话吗？是啊，我是认为企业或者是民间的力量是无穷的，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有些关心国土的企业能够拿出资金来从事这些长期的造林事业，基本上是对于他的企业有正面，对国土也有保护，我们是非常鼓励的。我也了解到委员对这方面非常关心，所以我们现在重要的是框住原来刚才您说的台塑企业的部分，那个2600公顷，它框住的这些经费，我们要框住的这些经费，希望它能够继续补贴，来配合政府的补助的话，来推动造林的工作。好，因为当时相关的单位就该单位也有发出一个类似扣缴凭单，那么在财政委员会已经处理了这个问题，在农民没因为这样来
缴税哈、哦，这应该对你的推动这个政策应该是有帮助。是啊，我认为那个扣缴凭单经过我们协调，就我们认为那个是完全都是补助，是工作，那个不算所得的。算是成本，完全是成本。完全是成本啊，所以不是所得。你俩做不后嘛，不要等你俩的一条。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我认为后面啊、局长你相关的要怎么样让这个政策能够继续推动？能够有效的推行哈，阿里公你怎么被归为？我希望到时候这个相关的结果啊，能够通知本席。哎、欸，我来给你报告。我来了解这物件中，我哪有这政策有效的执行来保护这个国土？是，这个部分给你多谢。好，真感谢，谢谢，好，谢谢。好，主席，好，我们接下来谢谢李委。